大家好，我是 Blues Law 無知大叔，今年60岁。無論你幾多歲，你都可以擁有健壯身體、六塊腹肌。我今日會同大家分享一套 HIIT 嘅動作。呢套動作最好嘅地方就係佢可以有效燃燒脂肪。個動作分兩組，每組4分鐘。4分鐘裏面有8個動作，佢分別係深蹲、掌上壓、弓步、提膝、蜘蛛人、仰卧提腿、平板跳同埋卷腹。咁我哋而家马上开始咯。第一个动作系深蹲，深蹲要注意膝头哥同脚尖系基本上差唔多同一直线。唔好太出啊！好，休息10秒，跟住是掌上壓。掌上壓的秘訣就是屁屁不可以夾起，又不可以坐低，最基本上是平的。掌上壓之後90秒，我哋跟住就做弓步啦，開始。弓步咧，個膝頭哥都基本上同腳尖係平嘅。好，又休息10秒，跟住呢个咧比较吃力咯，系咩呢？就系、是、提腿啦。10秒，跟住落翻只，做一个 Spiderman 蜘蛛人，不如嚟啦！膝头哥应该系掂到手嘅，嗱咁就唔得咯喎，吓咁样偷鸡啊，咁就啱啦。又有得休息啊！跟住做咩呢？就是落翻只仰卧提腿。系嘅就吸，呼，吸，呼。又休息啦，咁跟住咧就做平板跳咯喎，嘿，開始平板跳，同樣唔好夾多油，唔好沉落去。好，好，最拉屎，又落翻个脊度啦，做一个叫卷腹 crunch。好，4分鐘完成，休息30秒，是时候饮杯水了。
嘅時候咧係喘緊嘅，慢慢放鬆啲，放鬆啲，放鬆啲，放鬆啲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深蹲。睇我呼吸都用力咗啦，好，休息十秒，跟住掌上啦。哇，要珍惜休息呢十秒啊，嚟。三、二、一，休息十秒，跟住咧，弓步。记住啊，原则上膝头哥脚尖平嘅。二一休息，跟住系乜呢？就是好吃力的提膝啦，嚟啦！好，跟住咧落翻只咯，好做蜘蛛俠 ，Spiderman。好似蜘蛛咁爬。如果你仲有力咧，就可以彈上去啦。如果冇力嘅，停咗再擺都得。好，又休息啦，跟住，咦，哇，又十秒，坐地，提推，记住吸呼，吸呼，吸。好，够钟，跟住平板跳，个要点讲咗啦，所以大家知噶啦。好，差不多喘到冇曬力咧，大家咁話啊，最 last 啦 ，punch， 深呼，好吸，呼，呼，夠鐘，大家一定好似我而家咁喘得咁犀利咧，咁係正常嘅喎。如果你體力覺得可以應付嘅，你可以再做多一組，每組八分鐘，分兩次。如果你體力好嘅話咧，你可以跟我一樣速度，或者快啲都得。如果你話我體力冇咁理想喎，慢些少亦都無妨。大家繼續跟我喺屋企做，好快你哋就可以好似我咁 fit 啦。大家繼續做啦！我是無知大叔 Blues， 下集見。